没错，现在就要请 Master Tao 来验收弟弟们的才艺了，不啰嗦，马上进行陶大师创意大赛。现在进行这个 David Tao 大师的这个音乐创意大赛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有七组表演，是大师要给我们好好的评鉴评鉴。好，最棒的那一组第一名可以得到你演唱会的 ticket。 哇，是不是？第一组是我们小芋圆王子 Go。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首歌是黑色柳丁。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，可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，好像有一些悲伤的征兆，可是病因不知道。天上有橘色夹着的阳光，我的口袋只有黑色的柳丁，我只有一个儿时的感觉，不要问我为什么。很想说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结局，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，你不是个英雄，你不是个英雄。叶子又坠落在迷惑季，可我昏昏沉沉没有办法醒。金在这边，全爆了、真的很棒。而且可是我有点心里面有点难过。怎么说呢？对，因为我刚刚看王子，是不是王子在唱歌，他一直在捂着肚子，捂着胃，他因为他好像胃痛，胃不舒服，而且又吃了几颗黑色柳丁，就胃更痛。真的 Master， 你看得出来，因为这个歌需要很多的那种力量才可以展现的出来。真的，他们刚才那样一唱，我觉得你现在胃有没有更痛？还是好了？不太舒服了。哇，真的是，所以很卖力，很卖力呀、好不好？谢谢第一组的表演。来，马上下一组是我们阿本和小兵。Go。 Thank you。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，你就害羞的不敢抬头，只会傻傻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你就是那么的纯净。知道你收到上榜求职单，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很乱，不知为你高兴为自己忧愁，只好就放你走。你明白，你明白，为什么我们能放得开，舍不得这个爱，你是一生一世不会留开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愿存在，或许有一点点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拜拜，谢谢。哇，是很有创意，很有创意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出发点是对的，是。那最后那个结果呢？结果其实还有点恐怖，歪掉了，有点歪掉了，对，歪了。其实阿本的 rap 其实我觉得蛮特别，蛮有创意的，加入一点创意。左边小兵，小兵刚刚的那个唱 key 没有抓到 ，key 没抓到，就一点点小小的可惜，小小的遗憾。好啦，谢谢两位。